啊，你不要去吃了。我就要去吃。哎哎哎，踢人啊！哎，不要踢人家的花，你干什么？我就要踢。那你的，那你都不支持我，那你都一直想让我走，那我肯定要踢。我现在，你干什么？因为你这个真的是，哎，疯子真的是。你信不信？我现在就把这个摇晃了，晃了。你要你要烂了的话，我跟你讲，人家这个是你能摇得坏的吗？烂了的话，你是要赔的，知道吗？等一会儿，老板，我们先进去吧，我怕等下李总他等急了，就我的生意就没了。走吧。我跟你说，你今天晚上一定要听我的，乖乖的。我心情一点不好，我跟你讲，你这个人不要乱来啊！我跟你说，不要乱来啊！哎呀妈，先进去是吧？进去等，对。好的，来，希望进去等的帅哥姐妹扣个一。我怕进去等了，刚刚就是不在这里等老板，我又怕老板等下生气，然后感觉自作主张一样。我怕不进去等，又怕李总他等急了，知道吗？这会儿怎么办呀？我们还没有回家过年，帅哥姐们，我们28号才过年，我们28号才过年，已经到了，不知道先进去还是在这等老板。哎妈，嗯，我们怎么办？先进去还是等老板？进去吧，进去吧，我们进去吧，我们进去嘛，看看里面吃的什么。你怎么就知道吃呢？我刚刚跟你说过的话，你要记得。今天不要一直在那里吃吃吃。知道，那我说什么吗？我不吃的话，我说什么啊？走吧走吧，我们先进去，帅哥你们，我们先进去。到了到了。到了。到了，我有点尴尬，那天一幕搞的，我今天有点尴尬了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，帅哥姐们？没关系是吧？我有点紧张啊，我有点紧张，怎么办？紧张什么？走吧。要不我们在这里等老板吧？哎呀，走吧，我们就进去了。应该老板也快到了。阿子姐，等老板干什么？老板说等一下我们两个忙完了，他说他忙完了再来。你看人家要是等急了，我们两个就完蛋了。那你要听我的，生意也没了。你要听我的，你不要等一下在那乱来啊！哎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你知道，你知道的。等老板是吧？我就在这里等老板吧，要不？哎呀，阿子姐，你就走了，你就走了。我们等一分钟，等一分钟，等一分钟，老板没到，那我们就进去。等什么一分钟，对不对？哎呀，无语了，这个人。那天就是被你搞的，我今天就是不敢见你走了，我跟你说。那他都请你吃饭了，他也不会有那种想法的，知道吗？不会有那种想法，很尴尬呀，大哥。我跟你说，你等一下进去了，你等一下进去了就那个啊。进去的时候哪个啊？哪个？直接无语了，这想罢了。这个地方太好了，对吧？这有什么好的？这种地方我见过，我见多了。你见多了，你对啊，你见多了，我见多了。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说，就你是个乡巴佬。我跟你说，等一下在李总那里一定要有礼貌，知道吗？哎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走吧，走吧。知道了没有啊？我过了一分钟了，我知道了。再等一分钟，老板。等什么一分钟？老板说他忙完了再来。要不你的手机给我，我给老板打个电话吧。打什么电话嘛，对不对？老板都说了，他忙完了再来，忙完了再来。你怎么这么倔啊你？走吧，那你要乖乖的哦，等一下进去。哎呀，我都说了我会听你的话的，走了。那你手机给我一下，我先给老板打电话。不用打，不用打，他自己会来的。而且你走他们。拿来，你手机又没欠费，拿来。我已经欠费了，我都不能玩了。你得了，我不能玩了，好吧？那拿出来看一下，拿出来看一下欠费了没？拿出来看一下有没有信号？你看没有信号，你看。你把流量关掉，这个欠费的话信号都没有的，我跟你说。你快点拿来喽，打一下电话喽。打什么电话？我手机在直播，你的给我打电话。走了走了，哎呀，我们就走了。那你要听我的、哦。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一定要有礼貌、啊嗯。那我们先进去吧，帅哥姐们，我们先进去，因为我也不知道老板什么时候到，我们先进去吧。快点走了。哇，这个地方太漂亮了。
看到了没有，这些树都是很漂亮的，怎么那么好看，来打一波加油，帅哥姐妹打一波加油，我现在心里面好紧张的那种感觉，打一波加油好不好，因为那天阿姨莫搞得我都现在有点不好意思了，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，对不对，我们两个只管吃就行了，已经到了你就只管吃就行了，好激动啊，我不会乱搞了，加油，我跟你说你一定要听我的，不要乱来啊，哇，来亲爱的，哎哎呀，你走，哎呀阿慈，阿慈，哎呀快点快点快请，谢谢，还有阿姨妈，哎呀那天见了李老板，快点快走快请，你是不是让你久等了，哎你告诉啊啊，你知道为什么是不是很有钱，快是不是很有钱啊，来没快点请，他没我跟你说了不要乱说话，因为你干什么了，我没有乱说话呀，不好意思啊李老师姐让你久等了，这环境还可以，环境还可以，你可以，你有多少钱啊，你修那么大的房子，你是有多少钱啊，哇塞阿姨莫修那么大的房子，你应该很有钱吗，你应该很有钱，快快快你回去吧，你这样子的话快点快点，他忙他忙他忙，哎呦哇这里真的好漂亮啊，让你久等了，坐吧坐吧坐吧，我老板他说他后面来，他后面来啊，对他买一点事的，坐吧坐吧，他说他后面来，再等一等他吧，嗯我可以等一下，哎你有没有儿子呀，阿姨莫问题啊，怎么啦，没事啊我就问问，嗯，不好意思，姐姐，你修那么大的一个房，这个也是你的吗？嗯，对的，这个是你。你是不是很有钱啊？你有多少钱啊？阿姨莫，你干什么？没有，下来再说啊，哦、这个问题。你做什么？没事啊，就经常过来逛逛啊。嗯，等等等等，不好意思，阿姨莫，这是他乱说什么都说的，你走，你不要介意。那你走，你走。嗯，我以后天天来这里吃，是不是不用给钱？你这么阿姨莫，你刚怎么答应我的？哎。别管他，别管他，没有他，没事。来嘛，进上来啊！是不是不用给钱啊？可以的，不用给钱，不用给钱。姐，你不要，你姐不要，你不要理他，你不要理他，哎，我们先等等。那你久等了，不好意思，因为我们刚在路上那个堵车，有点啊，没事，没事。你们是怎么过来的？我们打车过来的。可以吃了吗？嗯，暂时再等一等，等一下，老板都还没到。哎，再等一下啊，知道你饿了，吃的样子。哇，林总，这个、这个店是你也是你开的是吧？哎，对 对, 对。好漂亮哦！我以后要天天来这里吃。可以的，没有问题。哎呦，来吧，我刚才跟你说过了，你不要乱说了，好不好？李总，你说你有没有孩子？有一点，有啊，有。你干什么？你喂人家有没有？你管得着吗？你喂人家，你来，坐在我这里来。来来来，坐这边。等一下，李总，我想坐这边。啊，你坐这来。哎，这里是李总的身边，来，你来坐这里。没事，我来坐过来，来坐过来。可以可以。来，我把门关上，太吵了，因为有人。好好吃的样子。没有乱说呀，你干怎么办？没事，小姑娘嘛，小女孩。没有，她就是挺不知道为什么就老是乱说话。你不是说你之前不是答应我那个你把你的鱼抓给我吗？哦，这个事情，哎呀，不好意思，我都忘了。这样子嘛，你明天过来。他开玩笑的啊，他开玩笑的。我没有开玩笑。我拿个桶给你装一个。他开玩笑的，到处都是鱼。这里还有活鱼呢，到处都是鱼。你掐我干什么？等一下，你们倒是看一看啊，这个环境挺好的。这好漂亮。那你走，你儿子多大了呀？我儿子大哦，但是保密哦。你问人家儿子干嘛？那我可以做你的儿媳妇吗？那我可以做你的儿媳妇吗？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他有问题，他有问题。没事没事，还有问题。以后叫哥哥过来，真的，过来。那你可以现在可以打电话给他过来吗？啊、跟我一起吃饭。他上班去了，今天他忙了，上班去了。你不要理他，不要理他。他上班去了，改天给你们介绍认识。那你觉得我跟你儿子合适吗？
以后再说啊，这个问题我们以后再说。哎呦，你不要理他，姐，你不要理他，他这种。我跟你讲，我很好的，我很孝顺的。你要是，我会、啊。有多大了？有多大了？快十八了。啊，对，18。但是我已经成年了。嗯，太小了，好小啊。没有啊。好小啊，姐姐是。我24，我九九年的。嗯，姐姐也挺小的。没有，不小。嗯，不小啊。你们就是这过年回去吗？嗯，回啊，我们要26号回啊，27号回还不知道。哦，还不知道是吧？哎，你们彝族也是？我们很多都是20号过年，很多都今年过年。你不要老是跟我姐说话嘛，对不对？你多跟我说话，我跟你讲，我很好的。你要是把我娶回家的话，我天天给你做饭，我天天给你做家务这样子的，知道吧？怎么你们这么可爱呀、啊？进去，这三个你们。他老是记着我从家里来才给他开了会的。这妹妹这么可爱啊，你怎么在家里答应我的和在家里就没常常来玩就行了啊，常常在玩就行了。哎呀，不好意思不好意思，没事没事，管他了没，他想说啥就说啥，没关系，想你。你们彝族年那种，我以茶代酒敬你一杯。哦，来，谢谢，今天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、啊、然后谢谢你就是照顾我的生意。来来来，阿姨，妹妹也吃，你们也喝，放起来，你们两个喝吧，啊，你两个喝点，喝嘛，你们两个先喝，等一下我再，哎，不用，因为喝那个，不要张口喝，加的吧，看看他喜不喜欢，来，有点凉哦，哇，这个是，来，本来是我说呛一下，来，他这样就可以了，没事，就喝着，还有那个声音，对，我是先喝的这个。这个是直接等叶总就行了、嗯，我们先喝，等着叶总就行了。对，谢谢。我也喝一个，来，没事没事。谢谢你啊，没事。小女孩出来创业蛮不容易的。没有，我也是从你们这个年龄过来的。我们这也不算创业，因为，倪总你不知道，因为我们两个家里的很多情况，嗯、还有就是。我们出来了之后很多情况你都不知道，嗯，我们这也不算建议吧，这只能说很幸运吧，很幸运遇到就是老板一种吧，嗯，这样子的，要不然不是他的话，有可能我们两个现在做的时候在老家。哦，在的，因为我们大连山那边，我们就是我们两个的家里比较跟别人不一样吧，就是、嗯、咋说呢，以后有机会了妈妈跟你说。好的好的，不要老是听他说，知道吧，你看我比她漂亮，对不对？你要是把我娶回家了，真的啊！我而且我的文化也比她高，知道吧？我比我自己高，知道吗？哎呀，我这小妹妹太可爱了，我什么都会的。拿一点引荐哥哥给你们认识一下，没事。你不要理他，他这人什么？你怎么这样说出这种话？什么叫把你娶回去给儿媳妇当儿媳妇的？哎呀，这妹妹幽默，挺搞笑的啊。我们还是不用等一走了，他自己会来的。嗯，你干什么？我给你夹菜吧，我给你夹菜。等等，你给谁夹菜？啊，等一等。给你做夹菜呀、啊。你给你做夹菜、啊。对呀、啊。我给你做夹菜吧。你给你做夹菜是好事，到时候等一下下嘛，我们那个再开始了再夹好不好？你们是那个就是峨边哪个地方的？我们不是峨边的，不是峨边的，我们是大凉山那边的。哦，大凉山那边。嗯，对，我们是西昌那边的。哦，西昌那边的。嗯，对。哦，我还以为你是峨边。那我给你做倒水吧。啊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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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以坐下来好不好？来，这我给你倒茶。哇。哎呀，还挺懂事的啊。今天真孝顺了。来，可以可以倒茶倒茶，可以看一下有没有倒茶了。嗯。哎呀，这怎么？谢谢谢谢。啊，对对对，好的好的。你看啊，我对你那么好，你要是来你的碗哈，我就放在这里了。你要是把我娶回家了，我肯定是个孝顺的儿媳妇。哦，是吧？嘘，过来过来过来，走。放在这里。来这边。坐吧坐吧。在这里，放在这里。好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嗯。等叶子来了，我们就啊，坐吧坐吧，没事。然后你饿了呢，你就喝点水哈。嗯，好。哎，问问叶总什么时候能到？我给打这个电话。对，给他打个电话看一看。打开，我给老板打个电话。打什么电话嘛？他，你打开嘛，打开。他自己会来的，他都，
快点打开，我问一下，这是个是礼貌哈，问一问叶总什么时候来啊？拿来，拿来，不要打了，他自己会来的。他都说了，他忙完了就来，他也知道，知道点拿这个地方。老板打一下电话，因为我刚才他都说了，人又温柔了。我感觉，因为我们两个走到哪里都很真的很尴尬，摔个肩膀。没事，管他呢。哎呀，你看我们这样子坐着，你看菜都凉了，我们要不先吃吧？再擦一擦这个水，擦一擦。不然的话，然后我你拿点小吃，我就这拿两。没事没事没事，我们不饿。没事，我还他们上一上一点小吃。不饿不饿，没事没事。那你走，走到那里看，我就叫他们上一点小吃。不用了不用了，没事没事。哎呀，我在家，你是怎么跟你说的？不要跟我说话。我都说了，你是怎么答应我的，姨妈？跟你讲，我要是他要是把我娶回家的话啊，他你就幸福了，知道吗？就幸福了。我的天哪，你怎么能开出口那种什么把人家儿子介绍给你的？有问题啊，姨妈，说出来给你们，对不对？我感觉你，我真的，我感觉你到哪里都是很尴尬，知道吗？尴尬什么尴尬？不要问人家，你就不要操心我，你管得着吗？哎，不要说，人家都没有。我给你拿一个，就是那个南瓜饼，是饺子。谢谢，现在吃啥？是南瓜饼还是饺子？谢谢，麻烦了。饺子吧，小吃，是吃南瓜饼还是吃饺子？吃饺子哈。那行，你还不要了，不要南瓜饼就可以了，姐，南瓜饼就可以了，南瓜饼就可以了。不用了，不用了。阿姨莫。人家拿什么你就吃什么，而且不要老是说吃饭这种事，好不好？人家是有礼貌的人。哎，说话不要说话，不要打扰我。人家是有礼貌的人。我在思考问题，不要打扰我。我在思考他，那个你走的儿媳妇，他的那种要求啊，会是什么样的？给奶粉奖状，谢谢谢谢谢谢。你走啊，当你的儿媳妇的话，那个有什么要求啊？有什么要求？没有要求，没有要求。那我是不是可以？那我是不是可以竞选啊？那我是不是可以当你儿媳妇了？太逗了，你的小妹妹。有什么要求吗？你就说出来嘛，我能做得到的。我没有要求啊，就看哥哥有什么要求。对，看哥哥有什么要求，知道吗？对，但是引荐给你们嘛，认识嘛，没关系。你不要这样子。那你可以把他的电话号码给我吗？哎，太逗了！哎呀，这妹妹太逗了。你们穿这件冷不冷？不冷不冷，冷不冷？不冷。这两天天气有点降温哦，多穿一点，明白没有？你也多穿一点，保暖身体。到时候没事，反正常过来走走，到时候看看。好，这里很漂亮。对，这个地方环境还不错。对对，很漂亮。夏天还可以折梨子。对。夏天这里的风景挺好的。我感觉李总你就是眼光好好啊，你把你的店里面就是晒那个会所也是很漂亮。就是装修的很漂亮，这个地方也是很漂亮，就像跟你的人一样很漂亮，真的。哎呀，夸奖了，因为没事干嘛，反正就是做一点产业链，然后大家常常在这里呢，也有一个玩的地方，吃喝玩乐嘛。现在大家都对三朋四友的聚一聚，是很漂亮。反正到时候呢，跟叶总啊、妹妹啊，带妹妹过来多玩一会儿嘛。好，谢谢。常常来这里，把这个当自己家也没问题的。好，谢谢，快点，谢谢哈。你走，胖乎乎的，哎呀，招财猫。那么你先喝嘛，喝一点点，他马上就要拿那个饺子过来了。我看你也饿了。不饿的，其实我们两个不饿啊，因为他说话就是这样子的。没有，我们两个他都不给我做饭吃。是不是？对呀，这么夸张啊！真的，我说他是他这个人很坏的，我很可爱的，我跟你讲，你要是把我那个，对吧？你不要这样子说。他的话，你看他啥也不会干，家里面的干那个家务都是我干的，是不是？是呀。真的吗？是呀，我所以你要是把我娶回家了，我什么都会做，知道吧？我还可以天天给你做饭吃。做饭是不是唯一的哈？你要多学东西，知道吗？才是最好的。小女孩还是多学东西。
我什么都会的。你什么都会啊？对啊，而且他的话连字都不认识。你把那个电话给我，我打电话给老板来了没有？你不要在这里说了，快点把电话给我一下，拿来嘛。他都说了他自己会来的，你管那么多干什么？没事，慢慢等嘛，聊聊天，慢慢等他。然后等一下，反正饺子上上了你就先吃哈，饿了你就先吃。你就是那个阿紫，你想吃啥？我没事，我没事。你想吃啥？我不饿，我不饿，我不饿，我不饿。谢谢姐，我不饿。没事。你们每天怎么？你们几点做直播啊？你们？我们的话就就是随便便跟叔叔阿姨聊天，因为我们叔叔阿姨都是很关心我们的，他们就想知道我们晚上去干嘛了呀，白天干嘛了呀，这样，所以就是。怕他们担心嘛，就比如你看今天出来吃饭，我也给他们开播这样子。那挺好的。李总，你是喜欢我一点还是喜欢他一点？我都喜欢啊。你说你只能选一个。只能选一个。那你让我选谁？选我。选你。选你，选你，选你好吗？选你，不要说话了。你看姐姐好的。对，姐姐让着你了，知道吗？没有，什么叫选我选我？那李总选你想选谁吗？我想选谁啊？你的意思要求我选你是吧？没有，我说的是你想选谁的意思，那就选你呗，对不对？这你高兴吗？选谁都一样。对对对，好了，只要听话了，闭上，乖乖的啊。他很喜欢乱说话，他就这样子，很喜欢乱说话。那是很超值哦。哎，我听说你们彝族哈，你们就是那个过年的时候，是不是？亲戚朋友全在一起是吧？唱歌跳舞的是不是？对对。哎，就主要是火把节，火把节我们都是，唱歌跳舞，坐在一起跳舞啊那样子。过年的话没有跳舞的事，过年的话都是，拜年嘛，我们跟就是走隔壁邻居家，这样子的。互相去拜年是吗？对，第一天杀猪，第二天就是拜年。因为第一天的话，杀猪的话有很多要做虾肠呀、腊肉啊，做很多不一样的东西，所以你就没空嘛。就第一年就不会，第一天就不会拜年。第二天我们就会去拜年，就跟隔壁那些邻居家拜年。第三天我们就跟就是远方亲戚走亲戚这样子的。这样的，我们过年就是下次有机会了去我们那边过年啊。可以，因为我以前有一个客户，他也是你们彝族的人，因为有一段时间就请我去，我还没有去，然后我就看他们能够上午的在那个微信里面，在抖音里面发，知道吗？能够上午的，他唱歌唱得挺好听，好像彝族人唱歌都唱得挺好听的哦。没有吧？哎，老板，你来！哎呀，快点，快点，李总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终于来了，我在直播间说，我找不到路，我在外面转了一圈。我在直播间说让你连麦，你不连。我没看到，我没看到，不好意思。快坐，在等你了。没看到，我们。你们其实不用等我呀。不用等我。老板，老师，来，来，李总，来，把这个打开喝一下，再来。你不是饿了吗？赶紧。把这个开一下。因为我们就是那个，所以我们就先过来了，老板。老板辛苦了，一总辛苦了，你看每天这么忙。没事，就是刚才路上有点堵车，不然应该早点到的。来，李总啊，我跟你说一下一个事情啊，你看啊，你觉得我们两个谁当你的儿媳妇最合适？我们这个话题就暂时放在一边，好不好？好，你今天晚上说一下嘛，我就想听一听，我就想听一听。来，这个那个。谢谢。那个就是吸管，那个吸管，来，拿上啊，最搞笑，没办法，因为就这样。那么我们就开始，看到你们饿了，一组也来了哈，那么就开始哈。你也饿了吧？认识你们那么久了，很高兴哈，认识两个小妹妹，来认识一种，真是缘分了。我想当你未来的老师。哎呀，干啥呢？他老是这样子，老板，他一直这样子。今天你今天不凶了？今天不凶了吗？你平时那么凶。老板，你给我点面子嘛，不要这样子凶。哎呀，今天这么乖啊！来，叶总，来，来吃瓜子，来，快点，妹妹，我给你夹菜吧。我没有，你快点吃，快吃，没事，没事，我给你夹吧。你想吃什么？吃这个鱼哈，来，这个鱼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吃，他这里。这个是我们这边的主打的菜哈，这个，对，
姜没事，我们自己来就可以了，自己来就可以了。没事。嗯，妹妹有饿了。谢谢。嗯。来，阿紫，我自己来，我自己来接，我跟你打吧。来嘛，来嘛，来。谢谢。反正家常便饭啊，这里主打的特色就是鱼，这几种鱼还可以。谢谢。来一种，来我来。我自己来嘛。就姐太好了。哎，李总太好了。对，我都不好意思了，姐。哎呀，对我不好意思。来都是客，好香啊。这次就是缘分了。谢谢。嗯，味道可不可以？嗯，这个鱼可以的。对，真的好好吃啊。看看老板吧。我在这里。快吃啊！你不要拍我吃饭的狗样子吗？哎呀，大家不要客气啊。拍你自己。对呀、啊，李总太客气了。我是芝麻。我看一下，给你。现在你们看我吗？我看有没有红包，给家人们发个红包吗？给家人们发个红包，等一下啊。谢谢点赞，谢谢。我们差不多8000个人，帮妈点点赞再说一个节嘛。点点赞，谢谢。味道怎么样，妹妹？好吃啊！可以吗？嗯，阿紫，好吃啊！你也多吃一点，嗯，你也多吃一点。叶总，哎，好好，先吃，不用客气。我给，等一下凉了。我给阿紫的粉丝发个红包。哇，这么好！老板天天给我去刷一门放红包。哦，你看你老板。真的会做生意、啊、我感觉老板也好，老板很好，现在又出来一个那么好的姐，年轻有为，知道吗？你不要对着我吗？他们想看你啊。我吃饭好看，帅气哦，又年轻又帅气，看没有？嗯，对啊，问老板。哦，这鱼好嫩啊。还可以吧。嗯，苏珊一个姐妹，不好意思哦，你们又要看着我们吃饭了，就像下一次一样。谢谢点赞，看看女老板是吧？女老板她说不，她不想露脸，帅个情吗？她就不好意思，要不露一下吧，姐姐。吃饭。要不给苏珊们看一下吧，因为我苏珊们他们想看你。到时候。阿紫啊，你老板不想露脸吗？就尊重你老板吗？嗯，那就算了吧，帅个情吗？因为。嗯，那个，因为你老板对比较那个，嗯，对对，可能他一露脸，很多人有可能都认，有人都认识，有粉丝都认识呀，有可能就是乐山这边的哦，对啊，对，快吃哦，看到过的吗？快点吃，快点吃，好的，好的，嗯，快吃，你也吃，嗯，有的粉丝可能就认识。昨天看见了是吧？没有看见吧？好不好吃，妹妹？不吃。好吃，你加油吃啊！谢谢点赞，谢谢。嗯。你们都吃饭了没有啊？这个点的时候，帅哥姐。看过临走是吧，在我直播间啊。好像没有。叶总，嗯，味道还可以吧？啊，这个还可以啊。还可以啊。这个麻辣的。嗯，将来你们就经常过来吃吧。哎，以后咱们没事的时候可以过来。嗯，我刚逛了一圈。嗯，我们这边风景好好。这个也是李总开的，老板。真的吗？嗯。哇，这投资应该蛮大的。好漂亮，外面都。嗯。嗯，还不算吧，还是马马虎虎。我加油吃哦。嗯。刚刚在大门口差点走迷路了。不好意思，我没看到直播间里面，因为我没吃这个聊天。因为这里面因为种的树子。
然后那个长长的走廊，嗯，是的，刚刚第一次来的人呢，好像有些人还不容易找得到，嗯，这个建的时候都建了一两年，啊，才慢慢的建好的，因为当初找这个地方的时候还是花了点心思，那这里怀，这里背靠什么？背靠河，旁边是河。嗯我们当初来这里的时候建的时候这里面很荒的，嗯，打造了一两年才把它打造起来了。猪八戒天天想吃跳肉，没有今天猪八戒哦，今天都不好意思了。 来快点，老板你什么意思？不用讲不用讲，来没事，反正这个又不长个汗啊，你多吃点。好了可以了吃点，嗯，来阿紫，我的还有，没事的，来，我的还有，那叶总加油，谢谢，我自己来，反正也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吃得惯啊，有点辣，吃得惯，很好吃。你们西山那边也有这种做法吗？没有，这个这样子的鱼吗？嗯，对，不知道有没有，我们两个没吃过。哦，那加油吃啊，嗯。李总声音好好听是吧？李总，我跟你们说，不仅是声音好好听，人长得好漂亮。我的那个，就是乐山普通话，不知道外地的朋友能不能听清楚？肯定能听清楚，你说普通话说那么好，哎呀，我们两个说普通话这个样子，他们都听得懂。我也是教育普通话，人家说。最怕四川人说普通话。谢谢叔叔阿姨，谢谢送的棒棒糖，不要送礼物，不要送礼物，谢谢。哇，好漂亮的一个猫咪的爪子，不要送礼物，不要送礼物，叔阿姨，不要送礼物，给我们榜一点点关注，给我们榜一点点关注。听得懂，他们都说。听得懂吗？嗯。我平时还是很少说普通话，都说四川话，我就是怕说普通话别人听不懂，而且呢觉得我这个普通话不正宗，嗯，偶尔要带点家乡的土味，嗯，对，吃这个。老板你要不要跟酸梅聊聊天？要不你跟酸梅聊一下，他们都是想跟老板聊天了。加油啊，快点阿紫，快点吃。你又对着我，你这样太过分了。我们帅气的叶总，没有，帅没有看你，看你啊，对不对，帅哥姐嘛，你们这么想看老板？老板那么帅，又有才。我是长得帅，那长得帅又有智慧，对对，是不是？阿姨母，老板帅不帅？帅哈，不帅吗？你这个笑是什么意思啊？要跟老板好好学，知道吗？对，老板很帅气。进来。啊、哦，快点，同学来了。妈妈吃哦。啊、哦，好的。哎，来一起吃吧。来吧，一起吃嘛。一起吃。我吃了多少？我不一起吃，我就让妈妈吃。坐下来一起吃嘛。坐下一起吃嘛。不管，啊、你妈妈吃。是吧？哎，我们那个饼呢？啊。来看一下，弄啊，整起来。哦，我就说饼子嘛，你们上来，要不再吃一点嘛？不吃。嗯。我晚些等你。嗯，好的，谢谢。嗯。走掉，看不见，听不着，想不成，摸不到，两个人的依靠，一个人。